李公子，那天我听到你的琴声，就知道你是个胸怀大志、不甘屈服。我看中你，是因为你更看重你自己。杜小姐，你真是我的知音啊。小姐，衣服晾好了，要不要做饭？你去洗米，我来做菜。早在别处上了岸，或者他被别人救起了，也说不定啊。不，我明明看到赵雪你真是……小姐，那是梦啊。十娘，秀翠姐姐，你回来了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秀翠姐姐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哎，小姐，你看错了。小姐，娘来呀，来，秀翠姐姐，小姐，娘来呀，秀翠姐姐，秀翠姐姐，秀翠姐姐，在哪？秀翠姐姐，秀翠姐姐，秀翠姐姐。秀翠姐姐，您在这儿。小姐，小姐，等等我啊！秀翠姐姐，小姐，秀翠姐姐，这没人呢，你看错了。秀翠姐姐，没有错，我明明看到秀翠姐姐，秀翠姐姐，小姐，你不要管我，我要找她，不要管我，秀翠姐姐，秀翠姐姐，大家小心啊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谢谢恩公。我家小姐呢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啊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啦！我在哪？你别怕，小姐，这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王副曲，王大哥。姑娘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我担待不起。这是事实啊，小姐。要不是这王大哥啊，你恐怕都见不到我了呢。怎么回事？你不记得了？刚才你像中了邪似的，一直要往下跳，我好不容易拉住你。幸亏王大哥及时赶到。是真的吗？你都不晓得王大哥的功夫好好，一把就拉住了我。谢谢你，王大哥，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
你别再提了，我只不过是尽做人的本分而已。王大哥，无论你再怎么谦虚，有末日，永远记得自己的命是你救的。只要小姐愿意，我愿意一辈子侍候你，下辈子结小姐，结什么啊？结草衔环。是是是是是，结草衔环，做牛做马报答你。哎，你千万别这样，姑娘，你快请起吧。墨玉，墨玉，我看你快起来吧，你这样子王大哥会不好意思的。来，请。小姐，你刚才是怎么了？我刚才看见秀翠姐姐了。不可能啊，刚才根本没有人。有，我明明看见她，而且她还跟我说话呢。她跟你说些什么呢？她一直叫我跟她去。什么？瓜州在过去一年之中，几乎每个月的初一都有女子溺毙在孟湖之中，而且没找到凶手。不错，所以瓜州的百姓都一致认为孟湖之中必有水鬼。水鬼？难道说我们前日所见的那黑衣蒙面人竟然会是水鬼？不对呀，大哥，如果是鬼魂，这一定有记录，可是阎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二哥，你别忘了，这水域乃归龙王所辖，倘若这孟湖之中真有水鬼，那龙王爷才是真正该负责的人呢。可是龙王爷年纪老迈，实权在龙王太子的手里，而太子对这件事情也是一无所知。哼，别提那个龙王太子趾高气扬，咱们好心告诉他孟湖之事，他还嫌咱们多管闲事，真是狗咬吕洞宾了。他跟阎王是一样的，怕咱们侵占他的势力范围，所以先来个下马威，叫咱们别多管闲事。这阎王爷浮沉官场已久，有此心态也就罢了，可龙王太子正值英年，却也官僚气十足，实在是令人失望。不，我觉得龙王太子倒不竟然是官僚气使然。哦，哎呀，这话怎么说啊？哟，我也说不上来，我只觉得龙王太子有点这个二哥啊，到底是什么啊？哎呀，别急别急，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吧。耶，我想起来了，黑珍珠。黑珍珠？是啊，大哥忘了父曲说过的吗？父曲，不怕那个黑魔面黑衣人他使用的是什么兵器啊？我记得他手上拿的是一串黑色的珠链。对呀，那黑珠子似乎就是黑珍珠。哎，可是这跟龙王太子有什么关联呢？怎么，你忘了龙王太子手上也有一串黑珍珠？对呀，这么说真正的凶手就是龙王太子，怪不得咱们一直查不到真正的线索。不，太子殿下虽然说是心高气傲，可是却不像是一个嗜杀之人。大哥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，若太子心中无愧，他何必对咱们这么不友善，不准咱们插手水域之事呢？可是这也无法证实，那太子曾经做过惨无人道的事。再说他明知道你曾经见过他使用那黑珍珠，而我们去了，他为何不加掩藏？去了？也许他没有想到我们忽然闯入，所以他来不及掩藏啊。韩燕，你以为如何？我以为不管太子是不是凶手，其中必定有关联。不错，必须跟他先谈清楚，谈个明白。大哥，他肯说吗？依我看，不如咱们暗自闯入龙宫，自己查个明白吧。不行，龙宫重地，岂可擅闯？再说我们又没有真凭实据，奏下结论会冤枉皇上。依我看，还是先礼后兵，我先跟他问清楚再说。大哥，哎，
我同意大哥的说法。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不过我可是把话先说在前面，依太子的为人判断，他是不可能对咱们以礼相待的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事关重大，我不会跟他计较。好大胆，你竟敢擅闯龙宫！请转禀太子殿下，钟某前来乃是有要事相当。我知道你们是谁，请回吧。慢着，我大哥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不必说了，太子有令，闲杂人等一律禁止进入龙宫。钟某实在是有要事要前来面见太子。不行！可恶，一介小小门官竟然如此刁蛮。大哥，我看分明是龙王和太子心中有鬼，才会纵容属下如此放肆。好啊，你敢诋毁太子，果然来者不善。说什么我也不会让你们进去的。哼，我们以礼相待，你竟百般刁难，逝去的话赶快通报，否则怎么样？你们要硬闯吗？你以为我会怕你们啊？你不去，别理他，咱们走。大胆狂徒，擅闯龙宫。太子殿下，钟某前来乃是有事要请教啊。请教？钟馗，你分明是欺我龙宫无人。哎，太子殿下切莫误会，我不与龙宫为敌呀。少废话。李珍珠，大哥，他手上的兵器跟凶手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你就是凶手。是谁？谁是凶手？殿下，我们正为此事而来。嘿，你擅闯龙宫，又说我们太子是凶手，太子，这口气你怎么咽得下？你们千万不要放过他们。殿下，慢动手，慢动手。殿下，臣有要事禀报啊。微臣下，等一下，等我抓了这几名狂徒再说。哎呀，那个殿下呀，此乃关乎洞庭湖千万生灵的事情啊，这等不得，等不得了。不如此啊，钟馗，咱们等会再战。好。洞庭水上千顷良田，全城水乡，外隅难民，流离失所，景况惨烈，请殿下速做决策。这全是洞庭军贪杯误事，居然连下七日大雨才如此决定。归丞相。臣在。劳你亲赴洞庭传旨，洞庭军有夫之首，早者免职，押回东海受审。所依职务由湖水军兼代，迅速疏通两湖郡道河川，一退积水。臣遵旨，千岁皆千岁。归丞相平身。谢殿下。救灾如救火，请尽速前往。遵旨，臣告退。大将军，咱们。殿下，钟馗此来乃是有事请教，不是要与龙宫为敌，还请殿下明察。将军有何见教？朱某所要请教的是有关那黑珍珠之事。黑珍珠，什么？凶手有串与我一模一样的黑色珍珠？不错，敢问殿下，这珍珠，这种黑色的珍珠乃是我东海的特产，产量极少，据祖母们说每千年只产一个，因此全数进贡，至今也不过200余个。我父王命人以千年海椒金串成两串珠，分别赠与我与色妹作为成人之礼。哦，两串珠，如今只剩下这一串，那令妹那一串珠呢？
被盗走了。这未免太过于巧合了吧，王兄。你莫非是怀疑小王说谎？哦，不不不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请殿下不要多心。殿下，只因那串珠链牵连到数条命案，还请殿下明告失珠的经过。这怎么？殿下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吗？王夫君，小王对你再三容忍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夫君，人人各有隐私，你怎么可以对殿下说这种话呢？大哥，我只是觉得人命无价，殿下就不该推三阻四的不说真话。哎，夫君，或许殿下真有难言之隐啊。总长，小王的确有难言之隐。此珠链关系赦免的民钱。哦，若是如此，那就算了吧。如果此珠链真的关系到多条人命，小王还是说明的好。殿下英明。殿下，这珠链究竟是何人所盗？我的书童莲儿。莲儿？莲儿为太湖君之幼子，聪明伶俐，人又长得俊俏，深得父王的喜爱，自幼就被选入宫作为我的书童，与我兄妹一起长大。我视他如敌，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居然暗中勾引舍妹，珠胎暗结，这小子恩将仇报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我父王发现此事，勃然大怒，原要将他处斩，但一舍妹以死相邀，莲儿也苦苦哀求，父王终究免其死罪，但认为其行卑劣，不止处他处罪。这样太便宜他了吧？不，倘若他二人真是两情相悦，也倒是其情可悯啊。骨髓发现，他说服舍妹与他私奔，但舍妹一片痴情，不但不加以阻止，还暗赠黄金万两、珍珠百种，原希望舍妹与他的心上能够白头偕老，不料不到百日，舍妹突然的回来了。秦孝王，不要！九王，九王，公主，小妹，小妹，王爷殿下，起来回话，起来回话。是，归丞相，三公主怎么样了？禀王爷，公主不知得了何种怪病，严重失血，精神涣散，恐怕……恐怕什么？快说呀！微臣不敢直言呐。你是说伤儿她？王爷，你节哀吧。魏丞相，你是御医，你给我医，一定要医好他。禀王爷，微臣我才疏学浅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你没办法，我就要你全家的命。王爷饶命，王爷饶命啊！咱们醒了，醒了，醒了。对不起，别这么说，三妹，回来了就好啊。妈妈死了。胡说，你是龙公主，要活一万次，万万岁。你听我说，娘骗了我，她不知道在哪里选了一座吸血宫，吸血宫，他害死了我的孩子。
生生王兄，你们一定要听我话，生生儿。三妹含恨和往后，父王大受刺激，甚至突然退化，时而清醒，时而迷惑。我全家被莲娥给害惨，小王发誓必找他出来报仇。这三年，我不知道派了多少人找遍天下，但无所。当初令妹与他隐居在何处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三妹走时带走大批的首饰，那条黑珍珠链也在其中。如你们所言事实，那孟湖畔吸血恶魔八成就是莲娥。错不了，你说令妹死时全身精血枯竭，颈部上有两个牙印，这和孟湖女尸是一模一样的。不，手法虽然相同，但并不能证实那就是莲儿所为啊。大哥，是或不是可请殿下当面指证，不过得首先找到凶手。咱们亲眼见到他潜入孟湖，所以我怀疑他就藏在其中。哎，可是我们也曾入孟湖查过，一无所获呀。可是孟湖君也未呈报有发现任何异样。殿下，据瓜州附近的百姓言道，在过去一年之中有15条人命丧生在孟湖之中，那孟湖君难道都一无所知吗？这种事小王定他的名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钟某告辞了。霍会有请。请。八哥，怎么了？我也说不上来，总觉得好像越来越复杂了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太子说的故事实在是太神奇了，简直匪夷所思。啊？你不信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首要之务是要先抓住凶手，真相自然大。不错，咱们立刻赶到瓜州去。真是巧手慧心，这花了你不少功夫吧？可不是吗，李公子，小姐为了绣这旗袍，连熬了三个通宵，你瞧，她眼睛都累红了呢。真的？你别听莫烈的。师娘，你对我的好，我心里都明白。李公子，你可千万别辜负我们家小姐啊！墨玉。师娘，你对我的点点滴滴我心里都明白，我哪怕是悬梁刺骨寒窗苦读，我也要真容同君报答你的恩惠。我不要。师娘。小姐，李公子有这样雄心大志，你应该高兴多加鼓励，怎么反而泼了冷水呢？你懂什么？就是不懂才问你嘛。李公子，请问读圣贤书所学何事？师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小姐，你们在打什么哑谜啊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提醒李公子，读书做官该已经是建国
造福乡里为重，而非求富贵荣显、功名利禄。你呢？只要有知己相伴，哪怕是粗茶淡饭，我也甘之如饴。是啊，小姐还是贪慕荣华，早就莫玉。早就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对啊，对，我胡言乱语，不知所云。啊，师娘，你我相交这么久，我还不知道府上在哪儿，真是失礼啊。你怎么会忽然想问这个？其实我早就想问，怎么不方便吗？怎么会？我住在乌衣巷。那伯父伯母，伯父早就过世了，现在我住在姨妈家里。可有兄弟姐妹？没有兄弟，姐妹倒不少。这全家都是女子，这倒挺有趣的啊。小姐，时候不早，咱们该回去了。对，这 还早啊！啊不，家中今天有事，夫人要我们早点回去，公子告辞了。女公子请留。好吗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小姐，你还在想李公子问你的话？墨鱼，我不该骗他。可是，如果你告诉他实话，他受得了吗？对不起，小姐。我乱说的，你别难过。说的对，我赔不上。小姐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你又美丽又善良，比大家闺秀还端庄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卖艺不卖身的，你和李公子是天生的一对。墨鱼，李公子文质彬彬，人中龙凤，我呢，只不过是个欢场中的歌妓，卑贱庸奴，我怎么配得上他？小姐，李公子知书达理，眼光深远，他不会这么俗气的。是吗？是啊，你没瞧见，每回李公子看你的眼神和你说话的口气，你都不知道你在他心里的分量有多重呢。我这辈子也认定他了。小姐，我真羡慕你。如果我也墨玉，你又想起王大哥了。想也没用，他已经走了。也许这辈子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说不定呢。我不在乎，反正我心里有他就对了。师娘，师娘，妈妈，什么事呢？甄公子要替你赎身呢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要甄公子替我赎身。师娘，你没弄错吧？
甄公子不但要替你赎身，还要明媒正娶你过门，当甄家少奶奶呀。我不要，一百个不要，一千万个不要。哎呦，师娘，你别傻了，甄公子有的是钱，你嫁过去吃不完的山珍海味啊。别说了，妈妈，我宁可死，我也不嫁。哼，你不嫁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嫁也得嫁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可以强迫小姐？让你多嘴。是你，平常我宠着你，事事都顺着你，你当真你自己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？想怎么着就怎么。呸，你没那个命啊你。告诉你，婊子就是婊子，鸡皮了羽毛也当不了凤凰。你再命你别说了。哼，不要我说也可以，你只要乖乖的听我的话，跟着甄公子去。嗯，我不去，我绝对不去。臭丫头，今日好的收了你不可。老婆，你不要逼我。师娘，小姐，别这样。师娘，别这样，乖女儿，妈妈是跟你开玩笑。你不要过来，你再过来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小姐。好。算你狠，哼！没事了。你有没有告诉他，少爷特地为了他进了栋花园青楼，还亲自挑了二十名丫头给他呢？哎呦，卢总管啊，我嘴都快说破了，他就是不肯啊。我如果再逼他，他就要寻死觅活的。十娘寻死，他有没有怎么样？您放心，甄公子，他只是做做样子，可是我不能太逼他呀。所以呢，我就暂时把他关起来，饿他几天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甄公子，你敢虐待他？不不不，我只是吓吓他呀。你快点放了他。是是是，可是您的事儿，我自有办法。小二，是，到账房拿100两给花妈妈。哎呦，甄公子，这无功不受禄，您的事儿没成，我怎么好？这只是茶水钱，事成之后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。多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你先回去吧。是。算了，这杜十娘简直不是抬举，干脆我找人把她抢了。混账，你这样做只会逼死他而已。我要的是活世生香、心甘情愿的杜十娘。少爷，陆宝，
东冠也赏给你的啊，谢谢少爷，谢谢东冠。好了，没什么事，你下去。 没想到这杜十娘果真有意中人。少爷，要不要我？这件事情，我自会处理。是是是。乔儿，轻点。疼啊！爷，你这顶，顶下就好了。哎呀，可恶！我看我这骨头八成是断了。朕家那些奴才。 可真狠，下手下的真重。青姐，爷，你还说呢？这一次啊，要不是十娘姑娘替你求情，你可能连老命都保不住呢。爹，你以后千万别再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不赌了，我发誓我再也不赌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 我们是讨债的。你不是说你一笔勾销了吗？对，算你一笔勾销。杀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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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人呐？我在瓜州的一间失火房中，发现他和一名女子都身中刀伤，他气绝身亡，而那名女子尚未断气，所以我把那名女子救出，叫其邻人照料。他却深深的喊冤，所以我把他带来见大哥，详情我就不知道了。冤枉！你好像是画里头那个专门抓鬼的那个大将军，他叫……不错。 正是伏魔大将军钟馗。对对对对，启禀大将军，小的冤枉，你一定要替我伸冤的。好了好了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有什么冤屈？你慢慢说。启禀大将军，小人胡有香被真金龙害得家破人亡了，大人一定要替我伸冤啊！真金龙。 那些凶手都是黑衣蒙面，你又怎么知道他们是真金龙派去的？那两个人口口声声说是来讨债的，小人的债主就只有真金龙啊。那你又是为什么欠下债的？小人，哎呀，你快说啊！ 是为什么欠下债的？我是赌书的，可恶！赌乃是万恶之源呐！你因为赌书欠下债务，你是咎由自取，不公平，不公平啊！哪儿不公平了？启禀大将军，小的意志薄弱，受人诱惑，沉迷赌博，欠债不还，死不足惜。
可是我的女儿巧儿清白无辜，却也落得家破人亡，这难道公平吗？啊，大哥，老胡好赌，故不足取，但罪不该死。而且凶手为了区区十几两银子就杀人放火，不仅手段残暴，更有违常情。在我觉得，这其中内情并不单纯。嗯，你说的倒是有理，看来咱们非得跑一趟不可了。吴有侠，你先到阎王爷那去报道，有事我自然会召唤你的。谢谢大将军，谢谢大将军。知府大人信上怎么说啊？知府大人接胡小的状子。啊，他接了，哼，这岂不是太不给少爷面子了？我和知府大人纵有交情，可是牵涉到命案，何况乔如此大闹，刘知府如果不受理的话，恐怕会招来议论，所以他写信告诉我，希望我谅解。阿道，顺了舆情，可是害了少爷您上堂受审。审就审，反正我没有做任何事，就算告到皇上面前，也没人能奈我何。对对，少爷说的，少爷您出去小酌一番，我这意见。好。詹金龙这个人呢、真不简单。怎么说呢？一般人被指为凶手一定是气愤慌张，可是他却丝毫不动声色，城府之身实属罕见。或许他真的是无辜的，所以他理直气壮啊。如果他真的是无辜，被诬指为凶手，他更应该义愤填膺，激动异常。可是他呢，却镇静如恒，这实在太反常了。也许是他生性冷漠呢。不，我倒觉得他是沉竹在胸，这一切仿佛都在他算计之中。怎么了？虽然说是扬州的府邸，可是既非商埠，又非正府。此人如此的富裕，来到这穷乡僻壤之处，实在令人可疑。哇，大哥，好多账本啊！这生意做得还不小呢，除了粮食买卖之外，还有驳船运输和盐的买卖。盐，
连奶国家专卖品，他如何能卖？这家伙真是不简单呢、他一个人如何能弄出这么大的局面来呢？不错，光凭他一个人，就算找得到买主，可是货源呢？尤其这盐必须有一定通道才行。哦，大哥是怀疑他跟朝廷有所勾结。几番的缠绵，竟换来无言以对。看着残月同举杯，一挥手剩得满满的泪。多情最美，朦胧中你已渐远。感动难还女爱的美，谁能断了这是非？风沙的岁月，爱黎明又见黑夜。饮不尽情苦滋味，不留下相思心中徘徊。在谈笑之间，只看见满天恩怨。红尘来来往往又如何斩，看不完人世的悲欢。一场梦接着一场遗憾，爱恨之后喜乐又断。谁知你的心只难住一晚，明天几分愁几分伤感。莫非真情难还，是心注定辗转。